35岁，有没有勇气？勇气进行人生的下一段，下一个阶段，比如说结婚，有没有可能是一两年？有可能啊，有可能。还是我已经结婚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好一个演唱会，不要这样，是吧？已经生小孩了。还是会不知所措，从今以后没有我，你会不会太寂寞？海狮出来了，帮我上好不好？我要来骑海狮了。海狮经过的地方要有尖叫声好吗？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明天再见，演唱会大成功。哇，到第二节哦。接下来就会接下来吗？我发专辑啊，可以吗？我可以闭关休养吗？我们有休假，另外一天又休一天。新专辑刚发了，大家不好意思，礼拜二立刻就有，对，就继续走宣传期这样。那休这一天最想做什么？对啊，最想什么都不做，但是我会跟我爸妈吃饭了，因为他们特地上来台北，然后中秋节又没有办法好好陪伴他们，对，吃个饭。有一阵子，对，因为前一阵子我们有出差，应该还不能跟大家讲飞去哪里，但就是对对对，所以就是有至少一两个月没看到，对啊，对啊，但每天都会 line， 会带女朋友一起去吗？女朋友吗？刚明天礼拜一耶，看她她要上班，对啊，我再看看她时间，两天都来几次，对她连两天都有来，这样子，对对，她已经叫我一定要请她吃饭。OK， 他有帮我准备那个什么木耳的木耳饮，就是就是嗓子，对对对，对他两天都有给我一个保温瓶带来，像小学生一样，然后带来这样，谢谢他。那演出之后，他有没有给分享一个心得吗？他最帅。我想一下哦，他说他很喜欢房客那一 part， 因为他以前没有很仔细听那个歌词，然后现在看很多东西就很感同身受，因为讲很多关于父母的东西这样子。对啊，还有什么？哦，他觉得我不是我，他觉得 Weber 唱英文歌的那一 part， 哦，好帅。对，所以他觉得国际家比你比你还要帅。对啊。以后都只能邀请国际嘉宾跟他吃饭。Hello， 你现在35岁，有勇气进行人生的下一段，下一个阶段，比如说结婚。确实，是有在想，有在想，确实，对啊，有好消息一定会跟大家说，然后绝对不会是半夜，因为我很早就睡了。对对对。有可能啊，有可能，还是我已经结婚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好一个演唱会，不要这样，是吧？已经生小孩了，不要这样，新专辑啊，新专辑有九个小孩，赶快准备，对对对，明天再见，没错，小孩是金针菇，金针菇什么东西？